听伊的笑，听伊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寒冷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改变你痛下俩心酸的爱，夜光啊牵你走几个路，闻烟风几几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老爱你的苦空到心肝肚，爱爱等你穷下半年祝福，唱歌欠爱的想，爱感谢天故。去买烟嘛，够不呢？阿姨，阿姨，唔使啊嘛呀！惊你都退翻咯？惊伊咧本来去送老太最后生，惊无同我讲过呀，他这天伊又后悔的，伊都惊阿本来反应带来麻烦。做了各种场面哦，青春了都行啊，打击到底难免啦。佮韩伟讲哦，迄个佮真是有小眼力个法，你是人面前就应该小了呀。当然，伊可是做唔错事情，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能应同我想办法解决事情能错啊。最后个办法哦，就系佮莫再个出现的啦。莫再个老爱你个副卡有一丝丝的关系。安宁是真的吗？不能遇到专业不能了，但是遇到老太事情哦，你都想慢慢个两年。安宁没反应，但是也心安很，做嘛会很痛苦呢。你能准时上班吗？伊讲，十年的感情，莫同工作分享下。意思，你谈出个计划，表个安逸都系表个出家。你看你安很安逸啊，表示你行都系根本得上安逸啊。爱同恨都一样之间的呀。好好，俺又好好，俺夹住这块。
谢啊，安静些，那代替那妈妈两个安静些啊。好好好，太谢啊。你家阵，哎，明天明晚要用油烟吗？要啦，手机不念哦，咱开始做。你那油烟当初该抢干净些哦。好啊，分享分享。还有哦，是不是啊？阿姐，你真的买菜啊？但叫冇看到哦，你买以后冇。穿好啦，阿你都穿好啦吼，很久冇识到咁样的菜哦。要悭哦，陈妹。你喺面买嘢，仲要我嚟介绍嘅。系啦，佢哋阿度上去做跳路吼，佢叫郑俊去啦。很久，我冇睇你都唔识嘅。要悭哦，陈妹出品啦。卖菜了吗？那真系冇想到呢。一两年蛮了，都要在安些地方，又安太分量哦，蛮多年关系，蛮舒爽的。其实哈，我讲你都明白了，时间还没讲一下呢。就是阿曼子，还讲伊都一家婚姻哦，大家全的婚姻啊，不论时间还有蛮艰苦哦，平时还有困难，千万要听书诶。今个冇包困来吧？那从细就懂吃食。一边要做这双台北做事，也有一双好，从来就没想过不卡事情，也没想过赚了米买了糖书。你莫安讲啦，大家因为赚双莫穷容，甚至也莫穷容啊。咱们两啥还没米买了一年，嘿，嘿啊。哎，你要一百个年轻人数下来，一发客，你要怎么搞？我前几年去市场买东西呀，钱没带啦，结果到市场拄到人家得偿啊。比如当好心讲啊，一百个年啦，还有人家心都挂掉的嘞啦，我拿了一百个年万的都迷茫了啦。哎呀，你没想到，你还没机会的啊。把钱输掉了。这床用不到的啦，哦，做唔得，一天到人来拿起来，嘿，我人来忘记，嘿，我人来拿起来，我省下的，一天到人来拿起来，嘿，我省下哈。这床吼，从细做一只台风的你，从来就没让你计较。还记得细时节，俺两个相吵。想记得那好是办的，很特别老给家办的留不爱生的。那真去找董查阿姐，谁是姐看不起，他也没梦挣钱的关心过去，万一黑去，一切就懂关心了。在创哦，莫想很多的啦，结果是本来就是台风啊。也对啦。这床上太风，一定没关来阿姊，对冇？嗯，好啦，今日你吼加加力转，今晚要买竹笋哦，准备晒两日天呢，冇吼会落体哦。嗯，今日就加加专业煮下竹笋。嗯，还有记得，然后要一百个人把风机哦。嗯。Thank you.
你想要什么嘅？芹菜炒牛肉，芹菜炒牛肉，豆盘土鸡肉，豆盘土鸡肉。讲来尝味一下哈，一客家客家嘅小诶嘅炒肉啊，吼，佮老安多嘛东西啦。那唔甜嘞，白色。唔甜哦，佮唔做妈妈，佮做妹妹，佮做姨姨啊，喏。白色啊，白色啦，两阿妹吼，电脑杯装转来滴，还唔晓得，跟侬点讲就好嘞，好冇？哈，你啦，白色。啊。小鸟好了，我还没干菜狮子头，还有他刚炒牛，还有吊出来，还有火腿肠。好，好。韩国在他刚炒牛，吊出来，火腿肠。火腿肠。哎呀，我跳楼吼，叫你捡快嘞，甲火腿肠食食，别让我被闪电弄落去呢。阿牛，黑毛唔先炒炒牛，拿来拿火腿。麻烦你啊。慢啦。吃饭了吗？老爷，地都抢啊，用起了呀呢。哎，先生，你食材厉害了，我请了弥漫牛来。俺侬讲，你要代表客家菜啊，真给真出名的啦。哎，从你三年来做嘛，俺侬讲啦，两样菜，一样汤哦。阿你经济又实惠，行行行，地都抢了。对了，很可能了，唔怕啦，只讲记得喽，没事的好事喽，我等下朋友回来喽。来来来，你拿回去。拍摄哦，都好无味的啦。先生，今晚咧菜单吼，都去白放吼，唔先点菜，然后前面才能注意啦吼，才能好。做些做研究，有了你们出来去做阿爸，我们是已经给你给阿爸啦。不过有了你们出来去做阿爸，你生一个时间唔系有空过去哦。家次，你表姨温做很爱，可能咩唔想念起起阿条阿爸。阿姐，你那又提一件事情呢？前几年，我偷偷给老条家供房，拿上地给。我做下哦，喊到武汉，我先去武汉一下啦。阿玲，我停休一下，好唔好？哦，好好。嗯，难怪你最近就安尼乖乖嘅，有事情都嘛该唔讲啦，我一定要讲啊。
去看一下，给他一个讲啊。我没一点时间啦，事情过完就诶，我想阿妹爹娘会做啦。不管去做嘛个客厅，人家都是支持去做好个呀。那就讲阿妹给我有嘛好讲诶啦，阿妹很坚强。冇看到嘅阿爸，原来佢就想到阿你。人已失眠了，那就吃几家骗几家。其实每过一张眼。我心肝都就提供你没传来，不过这声音总会同我讲，我现在在哪里？在哪里？阿亮，给你们传来，你还有记忆？应该面对，我是真的，我真艰苦。你妈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谁你们，人们是咋糊涂过？我看我做过做阿爸的经验，你做得大来，妈来，你做得很爱啊，你说我用来做，我全部结束，我没办法发后果。哎，哎妈，哎爸，跟原有意思，跟现在做阿总有一条命的无？你妈，你个看你的，你老公。你老外公，来做的每样都做满个，每样都做满。阿娘，我那是讲亲了，难免得娘的，不过人真的好好么？我还够想看嘞，明白？你。还做得嘛干？还对不起丫头，我对不起丫头，对不起丫头。阿梅，阿梅，走了，这个要迷失呀。先给我，颜色干，颜色干了。来，对面。
感情。店里老人，我能共打了。阿妈呢？爱相亲哦，若是甲伊有找条件，姑嫂留伊打拼，等来赚多的钱，买一点要赚来给文太太，看到我买神咯。阿亮，我总算等着了。你是人爷，为了了这家庭，颠倒的，是安样的结果？没地方给俺叫，我弟都给做马街。哎，他煮多一下就还忙出来。啊，他煮个时间了，那东西有糖的，俺没都给叫呢。哎呦，俺去喊叫，叫用惨啊。是担心啊，俺没吼一天没有事情啊。其后还需要一点时间，俺多年来。发生很多事情，全部做阿妹三年去搞韩国来的呀，所以下一拜一定没有事情。阿哥的事情真高太，几十年了，哦，几十年又来，不算了，阿妹是超人，每周五在结束，哎呦，一天跟一天的事情啊。阿妹，干杯。唔爱，绝对唔爱。太子啊，就爱你啊！你讲，伊哈做着个人，哎，你讲两件事情，哎，你就做着讨论啊！哎呦，事情哦，咩唔会变安尼呢？卡次，唔好安尼，老太子讲法啦。俺舅父卡发生很多事情，太子眼里没动态啊，有骂你凶的事情发生哦。你还没关半年的时间啦。哎呀，来看俺家的，他家做忙吃东西，俺一种两样菜，他家都是吃饱的，怎么想改下肉粽？好。好啦，跟俺来停休一下。一定要吞出食物，不过要摆难关。其实吼，买了多米买了很久，体育班看到慢些的心情，从去门也很淡呢。总共哦，想要退休，难免要慢走才好。俺想用那点货色的食材，煮出清货色的料理，台湾食物里头，本食物哦最欠是一点一点烦恼的事情。带咱们去广告，去讲了你哦，做了本英雄幸福的力量，咪做了本英雄起来艰苦的过。那你阿长弟哦，你看东西的心情啊。有些哦，下底阿妈就来讲，只是上不课的哦，下今年收两年了哦，拿老公穷阿反面的，缝又痛。
相信师傅哦，一定没问题的啦，一切都做得行出来。嗯，不过你当前是不满意啦，干扰两头时间来，心肝都会痛苦劳烦咯。妹妹比阿妈去少，错过啦，伊今日来大馒头，我只是希望吼，继续在家家振作起来。你相信哦，你蛮有时候有会人做做诊所去啦。不过，俺老人家好食的料理，大部分给幸福的美食，大部分给了你了。嗯。哦，你真是当厉害呢。没有啦。当香诶。做得平平安安，所有的事情做得顺顺利利，所有的人做得不冒隐蔽的事情受到伤害。师傅啊，饮水的啦。哦，练骨呀。对啊。哟，你今天按做人哦。啊。干嘛？买很多菜啊。哎，师傅，要当工哪有准备的呢？啊。还要像师傅这款啊，哪有做的？特制营养早餐。特制。嗯。哥，很麻烦呢。没麻烦啦，师傅，我哦，等等哪一组下注，跟我做滴啊继续练吧，练好就做是走了，好。还有啊，阿师傅呢？哈。没啦。哎，嗯，爷爷，嗯，你这个叫山上哥哥没有？嗯，跟着母亲还没穿一下看看了吗？好啊，刚下注好。平常也都顾不开茶宴，也得去泡茶，好嘛？好啊。很多上海哈，最想吃的最美满的味菜，最想练的嘞，就也都顾不开茶，最想谈的，就是伢的好吧？嗯。伢，上上一老辈啦，阿妹阿叔，就古董。你放心啦，从小到大，我那就不用担心个。该就样啦，从小到大哦，没真聪明，要么是不阿妹炒饭，等到阿娘哦，阿妹真歹势呢。阿妹，你三年带带死的胎，真叫讲歹势吼，很死的讲歹势啦。我记得细时节，同我这个妹方哦，同样落台求保生符，因为。那安怎呢？大家烦恼都不是，上周一警察叫报案，后来你走进来，就拿点保身符。我想，从小也没人教我，
你为出来不幸福啊？你去无够爱啊，唔过你做半夜就看啊，唔好一三年米都压不卡，从来就无米吃个上高。那些娘们呢，从小看到大，多少有一点影响啊。那么能力做行家多的事情，只有求一下护身符，不用平平安安的。今年三十岁了，阿妹正经讲，钱浪费呢，啊，全部要太嘞，也安第四，要不要照顾自家？所以，你们请健康。吃饭了啊！哎呀，乖啊！有没有？安好没有？哎呀，呀哦，你太敢打工，特别会准备给特制营养早餐。哎，师傅师傅，那个是过来要流水，哇，冻嫩冻甜嘞。还有啊，汉姨，今半夜哈，清香汤哦，非常好呢，非常香，我们试试看。阿妹阿妹，还有俩，你清好四个番薯叶，饿了，叶番薯叶哦，汉姨三个哦。你三个呀？哎呀，我没汉姨买两个么？哎，杀抢错了，按键的，我一天买个哈。你仔细去杀呗，蛮有可能哦。我俩阿莲好像做一做钱。嗯，错，韩哥，佮将三百块一百天哦。三百块？系啊，只有个天才哦，唔知那边好未啊？杀抢菜，先过油的炒呀。哎，你就唔是讲的啦，奇怪，重点系俩番薯叶，青红色的就好嘞。阿妹，来来来，是倒掉一下，来来来啊，倒掉一下。好了，自家来啦。吃几碗呢？我饿死。哎，阿子，来来来，也好，慢啊。哦，阿龙哥，补充两个纤维质啊，阿用你偏手噶，做得一路顺畅。嘿嘿嘿。嗯，你对我安好。嗯。阿奶哦，你们二是多掉哎哈，阿奶都是掉哎，怕干湿哈。阿奶哦，你这样不会便秘哦，怕干湿啊。恁哥，你还没读兄弟吗？老要变老师傅好料理，哪有时间搞蛮女朋友啦？嗯，来看哦，拍手嘞哦。唔好紧啦，唔好做菜哦，搞一餐不会煮出来男朋友咩钱好哦？哎。只要你欢喜哦，哎哦，做得够四张男朋友哦，一张煮饭，一张洗碗，一张米天奶，一张哦。好嘞好嘞，不是搞很多，搞到阿妹会变消失。哎，你米天奶洗碗都有啊？做唔对了哈。做得做得。是你个饭啦，给他吃了啊，也是冇浪费哦哈。所以想要喊到帮忙煮菜哦。开始啊！来来来，这个中药多着咯。哎，你还皮中药吧？连尿就唔滴，有蛮多弥漫流的血统哈。哈，我讲了，我们本家中药偏的嘞，是菜哦。阿叻，太家做菜哦，然后太家讲啥故事啊？所以有你咯，我等下皮中药啊，叫我去开山，行登行登哦，哇，行到山顶，东冲怪兽啊！乖啊，我是想讲，哎呀，皮猪肉不会行强嘛，还是立条一看啊哦，哎，去变超肉唔得么啊？哎，皮猪肉有没有变超啊哈？人家人家无礼貌，我在讲故事呢。吼，做啊，我讲下皮猪肉，我引流油引流，规身咧流油像流汗样诶，结果结果，我哦最痛就无运通诶，才会变成皮猪肉。唔好笑了，好嘞啊。听个慢慢说哈。哎，我明明知道端午节哇。这条是。哦。来来来，吃了吃饭了哈。嘿嘿嘿。阿姐，阿姐。
是你妈事情阿公呢？我多不掉，太敢嫁到安，你舅妈的事情就没发生过个样哎。太敢那有嫁呢？太敢就希望气氛好一点的，没再不阿妹安的伤心下伊的嘛。呀，伊才就会嫁个呀。阿妹的心都暗艰苦，给啥都在太敢的面前笑到安呢？你爹敢看到安呢？那真是懂通呢。阿姐，莫再乱想的啦，阿妹事情。这只有机器也做得做接听，你做不完每一天时间，我给想清楚。还想嘛个喏？记得你每个人离你十年嘞，哎，你没喊过来啊？哎，你还会做的动作，记得你根本就没出啊？问题是阿爸就出现的嘛？你还念给阿爸？就算也得唔念给，怎样做也得阿爸。没办法原谅，今日你对安妮造成的伤害。韩哥哥，你有可能再过伤害阿梅一摆啊？你们看得出来，阿梅对佮韩宝的期待，不过期待一次，伤害没一次呐。阿姐，你点么？你去搞一下安妮，每天去伤害阿梅啊？阿爸老阿梅的事情，迄个李红的事情。哎呀，就做生意呢，做得做嘛紧哦。等阿妹结婚了以后，哎呀，就支持佮做对个啊。那没办法，阿姐，那真个没办法。坐一下嘛。我领你到了，拍摄哈，那美女来。阿爷错，明白。也没好吗？明明上关以来已经没事情了。不行，都好，体相嘛个，就真给唔得耶。一早早听二十年的人突然之间出现，我都会拍三年，没有时间来接书的嘛。你有冇法度接书来哦？那没有时间。我想阿妹当脚做做得行出来的，其实当坚强的人，无会发美满了，没有进步呢。没其他坚强，进步呢，没无办法一三年带动四三十年的胎。
要喜爱吗？一切。是啦，是当然的。但喜爱哦，但喜爱应该的啦。一切啦，不管叫唔喜呢。记得些时节，大伯做本人小阿母阿爸，那一次那度我自家做唔对某个事情，所以阿爸他冇喺伊阿度。伊阿太爷，那啲事情咩啊呢？但系我做唔错事情。我对不起你爹爹，我对不起你阿爹。我再讲对不起的呀，我来到亚兜的，唔免想我同人讲对不起的。来俩哈，说的对不起，我实在唔知好，我要讲慢解。之前的那十年，除了叫我的阿爸，我老去神都方留点穷养的血，也还没变的事情。不过，让二十年来，人家的风格两天，过得没穷养的生活。唔免佮突然出现，我足足唔记得那十年嘞，我真认唔出去。其实我爱你出去的，这感觉真的弄奇怪呢。见阿爸，不过已经弄上分呢。阿妈，你还好吗？我想今天没有事情，不过那叫较担心的是那太子，他对阿爸的感情可能连其他都没懂清楚吧。阿聪哥的事情，正差不多听头，一下又发生安尼的事情，人生吼，有么暗难啊？你是好爱想哦，人生哦，就像是差汹涌，天一刻生一气啊，会有点苦，一下也就会转掉。唔呀哈，就像这些差，含着天一刻，但事情过去啊，就会转好嘞。差不，讲白了，伊无穷养就无穷养呢。不过陈梦雅已经开了，希望事情真紧做得平平顺顺。不会呐，雅还在做嘛个事情啊？你好，都明满了天数啊，恁叫那副卡生意刚好。天数阿妹从头好搞到要丢东西。安尼以后啊。嗯。十只好，我一阵小心眼吧，决定要转了。不过，我没想到事情会变到安样。也许安家，父母才同伢爸见面，我每天家也一情艰苦。聪哥，
知道嘞。将要飞向天。